太专业了。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，你是否还在？情深何来，生死难猜，用一生去等待。我失败啊！啊啊！太专业了。那为什么我一直参加彩虹大平台？哦，两个。哦，你看我样子，你应该知道我是男生那一方的吧？啊？你是 T 哦？我以为我比较像男生，我的个性。可是你有女生的牵对啊。女生的什么？那种细腻面的什么？可是，但是我其实个性很像男孩子的，比较想喜欢照顾。走出来呀、啊！走出来，这有什么好走的啦？干嘛走？还好。对啊，对啊，抱一个了。抱一个。抱一个。对，哎，你就参加。对啊，我都会。很棒哎。因为我之前也会参加同志打游戏的。所以我那时候后来我去表演，其实我就蛮开心的。曹雅文公开出柜，我是双性恋，交过两任女友，喜欢邵雨薇之行。年底会推出台语的专辑，对，还是找你的亲密爱人跟你这样合作吗？你说，世界上的亲密伙伴啊，亲密伙伴，抱歉抱歉，因为都难来高雄，想说比较直白问这样。啊，怎么台北你会这样问啦、啊？台北这样问啦、啊？你是一直单身还是变成单身啊？你想问问题，你想问问题哎，笑哎，真棒哦！哦，原来绯闻男友张三是烟雾弹，许富凯也拜拜了。金曲歌后曹雅文27号在登台大港开唱前突然公开出柜。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失败啊。啊？太专业了。怎么了吗？那不然你为什么我一直参加彩虹大平台？哦，两个。哦，那你是 T 还是我？我看我样子，你应该知道我是男生那一方的吧？啊？你是 T 哦？因为我比较像男生。太过了，太过了。我是双性恋，对。不要一直拿这当主题。女神大概哪个类型？女神吗？我喜欢清纯。哦，看起来清纯，但是又有一丝丝的妩媚。今天是大爆料，没有，我要走出来呀、啊，走出，这有什么好走的啦？这么走，还好、啊。对啊。我觉得喜欢就喜欢嘛。对啊，爱不分性别啊。很辛苦哎、欸。爸妈是可以接受。爸妈吗？他可以，他们 OK 啦。哦。那、啊、你们有聊过这件事哦？其实没有真的聊过，但是我觉得我爸妈是 OK 的，他们感觉非常辛苦，没关系啦，人家歌后有不要放主题嘛，我们放标题而已啊。